OK， 哈喽，大家好，我是 Leo。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能够轻松游玩且有着相当不错的互动体验，重点是超多超香的妹子，不仅能战斗打怪能攻城，还能招募各种强力的妹子，就是超级强力的英雄来一同冒险，那就是我们今天要来体验的十之树少女。也感谢这次官方邀约提前提供游戏试玩，目前游戏也在事前预约中，只要前往事前活动页登记成功，即送夏日限定造型奶牛泳衣，前往 Google Play 或 Apple Store 商店点击预定，上市再送专属光环换光翼道具，游戏内诚邀 CV 十剑五彩香、鬼头明里、高尾咒音、主打彩奈等超过60名知名声优声配互动。今度はこちらが仕掛ける番です。ぜひ私を本気にさせてくださいね。いよいよ私たちの力を一つに合わせる時が来た。スーパーアイドル登場。お会いできるのを楽しみにしていました。これはまるで光に照らされるような。私に寵愛を与えてください、ご主人様。ご主人様、ドキドキします。ドキドキガール、好評配信中。首先要来介绍的当然就是这个游戏最吸引我的地方，那就是这个超美丽会的超香英雄。你没看错，全英雄都是女生，并且可以透过各种方式来招募获得，像是这个手厨能够拿到的关羽，还有着两个缘分角色，以及这个我非常喜欢的郭嘉，也是相当的有特色。重点是这个黑丝，这个是在星之召唤中可以获得的。那欣赏例会的同时，也别忘了要升级英雄技能，让你的英雄在战场上更加如鱼得水。所以我说啊，各种英雄都能让你在玩这款十之树少女时会想要收藏更多的英雄来征战战场。那提到星之召唤，当然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功能啊，没错，那就是抽。它可以进行祈愿，那你可以自己选择你想要抽的角色，像是上山千信、张角，还有这个马超，没错，全部都是妹子。然后右下角也还有像是美人啊、布恋斯、花蕊夫人，还有和泉四部，反正有一大堆超香的角色就是啊。你看这个又大，我是说他的这个服装啊，非常的大件啊，非常的好看。那不然我们就来抽上山千信好了，这个双刀啊，超爱！来来来来来，它这个星之召唤看起来应该是抽碎片的，然后碎片的数量呢是随机的，那我们只要抽到100个碎片就可以直接换到这一只上山千信，这个超有个人特色的妹子。哦，有啦，我们直接凑齐一只了，碎啦！解锁新英雄上山千信，充满成熟与知性的御姐，讨厌别人提及自己的失败，这点跟我蛮像。这拿到一定得先疯狂升级一下吧，这个等级不能落后啊！来来来，然后直接给他突破，等级上限突破150，身心成功，睡啦！基本上拿到喜欢的英雄啊，一定是给他升好升满，所有资源灌注上去。而且它这里还有服饰哦，就是造型的部分。Oh my god， 鬼舞者，这也太好看了吧！那它羁绊中的这个布恋斯啊，也是我非常想入手的。不过其他地方的素材就还需要慢慢收集啦，一点一点的看着自己喜欢的英雄越来越强，这也是一种成就感。而有了更多的得力英雄，当然就是要来挑战各种副本活动啦。
这时候就能来关卡这边进行挑战。除了有各式各样的组成关卡与 BOSS 外，完成任务还能获得超多超级丰富的奖励素材。另外前面有提到3000抽啊，在关卡右上角的征途助力这里，没错，只要完成指定的关卡呢，就能够陆续的获得非常重要的资源奖励，也就是星之召唤中能够拿来召唤英雄的祈愿券，而且数量呢非常的可观，可以帮助我们在召唤英雄上更加的顺利。3000抽啊，非常的海量，真的透过攻占来获得税收等有利于我们成长的收益。除此之外，也不用担心说在游戏内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因为游戏有着相当丰富的任务，可以跟着任务来一步一步的熟悉十之树少女。当招不到的人口越多，自身实力也会逐渐提高。那刚才有提到可以透过攻占来收复土地，没错，只要我们在十轮界征战，就能逐步的攻占各种领土，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的同时，还能增加可观的收益。另外，这游戏当然也有联盟啦，让你能够和其他玩家进行互动，一起齐心协力的壮大属于自己的工会联盟。那这边有的众多，真的是多到不行的活动和功能，像是武道馆啊，就是能够自我挑战、证明自己的地方。另外还有像是举办宴会用的酒楼，还有获得技能经验的祈愿，以及能够拿到祈福币资源的神殿，还有这个名人堂，听名字就知道啊，想必是众星云集的地方是吧？那十字弓这边呢，就类似我们的主城，有的能大幅提升战力的灵兽啊，还有美人、联姻等相当有趣的玩法。尤其是这个美人啊，像我们目前是有小乔、貂蝉和女仆嘛，又或者是能够送礼啊，然后还有各自的城池技能，对，这些都是能够增加收益，又或者是增加英雄的战力属性。那另外还有各个能够陆续解锁的新区域，就等着大家来十之树少女挖掘啦。那如果对十之树少女有兴趣的话，记得点击资讯栏与自己的连结预约十之树少女，上市再送专属光环幻之翼，这个够帅吧？还有3000抽也别忘喽。私の信頼を得ることはなかなか難しいわよ。那么我们就下次见喽，大家拜拜。